进山洞还在门口，对，他本来进到里面的时候就已经砍了，嗯，对，他本来进到里面，后来哎，在前面把那个。嗯，还挂在那边。他怎么也出来？难得他也看我们。为什么要拔他的毛？他要拔他眉毛。眉毛，然后就给他修眉。他有那个。然后三枪也在里面。太久了吧？对啊。对。花花一定是这样。因为酒吧里轻轻的进去了。那个老外是。馆长遇到。小潘哥。哈哈哈哈哈。是这样。是大猩猩啊，不是黑猩猩。他跟猩猩把猩猩在他晚上，然后晚上就老了。不是那个太生遇到这个，他跟他们一起生活的，可是他长期那边缺毛，我看去放放啊。我觉得眉毛是还可以啊，都是要。多，那整排耶。他这个哦，可以到40岁。你们是公务人员吗？啊，没有，我是志工。对。我就很好奇。有什么问题？嗯。如果从气儿管呢？他就会像讲半天，你安分点。你就是好笑，我就关心黑心，结果黑心那边没声音了、连那个怪声音都不见了。正常大概200公斤，那个蝶哥对他比较容忍，视若无睹。母的只有80公斤。是哦，那你公的大概200斤，搭没过哎，他还要去气儿馆，直接跑下去10分钟就到了。对啊，他现在才11点，北车现在买票才。哎，他这边应该去南港比较近吧？拳皇泰森的，我觉得他这边可以到市政府，不晓得他票买的。对啊，南港就是。换一句话说，他在大兴市人最抽。真的。所以他到这边从大兴站会站标记，会离高铁站最近。因为我之前两个都测试过，发现还是到台北站换。主要看他买票没。好。第二次哦，对了，你看没反应，你那么失落，飞机没有啊，没有，他没感觉。他没感觉。这样子真的话是不通的。对啊，看了。Ricky 在里面吗？你看 Ricky 在干嘛？我一直在上大智的呢。现在只有 Ricky 在做工具啊。跟哥哥在玩。那一只小的，会跟两个只小的要打架。刚才玩草。Ricky 只要他妈来，他就在玩。你看，来了，抓住了。那画画在里面。三角哎，你们两个不要玩钱，对，要赚钱。你要抓他。蝶哥对花花比较容易。